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杰森。今天我来到的是基隆屿的基尾。那后面这边，我的背景那边就是四角。那给各位看一下这边的地理环境哦，这边是高点，这边就是基尾的高点。然后这边一整排都可以这样排排的站过去，然后越来越往左这边。现在我钓竿放了在这边，这边是起船点。那早上我钓的是这一条流，就是这边跟四角的流，可是现在流已经很缓，几乎没有什么流。今天早上就是抢流水抢那个时间钓了几只鸡而已，然后爆了一次线。我觉得我自从频道改名叫做废物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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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，我越来越废，钓到鱼大的都起不来，都断。超过你的还是？下穿的，哎呀，那中间我有想过改变钓组，一开始我就是用恐龙蛋，恐龙蛋直接拉一定的深度，然后丢下去，鸡就喷走了。断线那次也是用恐龙蛋，然后之后换了打理，想说看能不能钓毛，流比较缓钓毛，但是一个多小时下来都没有咬讯，所以我就休息一下。
现在又换了调子，准备要再去开战。四脚真的有够咬哎，而且黑毛咬翻天哎，不得了！哇，又中鱼了。每一只都是良型黑毛啊，这只是比较小只的，刚刚那个一斤的啊、两斤的啊、公斤级的啊，处处一直飞来飞去啊，没有办法，人家就在对面，它地形不一样，流不一样，人家会咬，人不会咬，又是很现实的地方。好啦，接下来我换的钓组是我来撸看看，我用零零号撸看看，不知道会撸到什么东西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，加油 ，Go！Thank you.